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帮，我是素怡。继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动物系列的巨幅图之后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文青百搭小清新装饰用的巨幅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在现实动态提问之后呢，最多人回复想看的哦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分享吧。其实我们在搜寻巨幅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会用特定的关键字，那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用简单明了很明确的词汇来搜寻。像是装饰用的话，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纸胶带，我们就会搜寻 washi 或者是 tape。 那白色线条呢，就是 white lines 点点 dots， 然后相框是 frame 等等等等。直接用名词来搜寻的好处呢，就是非常的方便，也很省事，不用特别去记关键字嘛。但是搜寻出来的结果呢，风格通常不统一，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杂乱的巨图，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搜寻啦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们还有其他9个关键字要跟大家介绍，我只能说每个关键字都非常的百搭，记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后。如果你是喜欢文青感，那这个 ESM 就很对你的胃口。它装饰用的花朵啊、箭头、星星、爱心、点点，它都有。而我最喜欢的呢是这一组文字 Currently Reading， 就是当你想要在现实动态分享自己最近在阅读什么时候呢，就可以搭配这个 GIF 图咯。下一个也是文青味很重，不过文青有味道吗？不管，这个 MIDDIDET 呢比较多线条的呈现。当你本身现实动态内容已经很复杂，颜色很缤纷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如果你再加上颜色很丰富的巨图，就会喧宾夺主啦。所以这时候就要用这种简单的线条类，你可以放在图片的角角啊，这样子呢就看起来质感 up 咯。下一个是 You Call Our Angel， 这个关键字呢是以白色为主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它动态文字的呈现，像是 Night、Thank You、Hi， 比起单纯的只是文字一闪一闪，这种有动态效果呢，看起来比较高级，让现实动态好像有更精心设计过一样的感觉。里面呢还有一个韩国很夯的比心的手势，好像不管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到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如果你是黑白线条控，那这个通包 pencil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，感觉很适合学生一组哦，像是看书啦，或者是铅笔啊，灵机一动，灯泡一闪的那个灯泡，还是说熬夜念书要喝的咖啡，还有 fight 等字眼呢，非常适合用在跟学习有关的现实动态哦。再呢就是 Helen Jackie， 那大家记得 Chiro Runana Moji 这一系列的白色线条的巨图吗？ Helen Jackie 呢就是彩色版的线条啦，它这个的线条呢会比较鲜艳亮眼，然后有一点霓虹灯的感觉，想要在现实动态呢加一点色彩的话，可以考虑这组巨图。接下来呢就是 Outside of Life Right Yeah， 这组巨图的颜色呢比较柔和小清新，有一点 pastel color 的感觉，而且呢有一种蜡笔画画的 feel， 我个人觉得这组的表情巨图还蛮可爱的啦，如果运用在实物上面的话会变成拟人化的感觉， so cute yeah。 而且这一组表情的巨图呢可以替代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，我记得当时候我们去问大家意见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会回答想要 aesthetic 文青的 feel， 那么 Anna Johnson 我个人觉得有一种非常文青高贵的 aesthetic feel， 里面呢有很多线条的组合，有叶子啦，有圆形、长方形、爱心等等，用来装饰的话非常的百搭，而且会有一种文青高尚的感觉。如果今天你想要设计的是一个 party time 的现实动态的话，那么 Banner Toys 应该是这样子念吧，Banner Toys 会很适合你。这组巨图呢颜色非常的鲜艳，而且五颜六色，有 party 中可以看到的那种霓虹灯的那种挂饰挂灯的巨图，爱心的选择也是蛮多的，看了这组巨图有一种莫名开心快乐的感觉。我相信接下来介绍的巨图呢一定非常合大家的口味，那就是 Hailey Iris 啦。这一组巨图的插画都非常的小清新，而且巨图的动态不大，用来装饰现实动态的背景呢就会看起来简单利落，而且不会那么的枯燥。重点是呢这里面还有手写巨图的选择，而且线条都非常的到位，只能说这组巨图赞。最后跟大家分享另一种搜寻巨图的方法，那就是用 emoji 来搜寻。有时候啊你想要找某个表情，可是你不知道那个表情叫什么，要用什么文字的时候，像是这个撅嘴然后旁边有爱心的呢，你直接在搜寻栏输入这个 emoji， 它就会出现跟这个 emoji 相关的巨幅啦，而且不只是表情啊，其他物件类的巨幅也可以哦。
但缺点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不是每个 emoji 都搜寻得到，那第二个缺点就是呢，搜寻出来的结果会比较杂乱啊，不过就快速方便嘛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哈哈，笑死你。